出现站他都不是是一起开的，他之后的出现站都是一场哦，那估计要打到三四点了，这跑不掉了。他出现站有四场，四个播五呢，你要想想。对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应该播不完啊。播不完，播不完。因为他的四个出现站每场都是那个要播五转播的话，他标的时间都是晚上四点半才开最后一场。对，那估计就五点钟开最后一场，那打完六七点的，那我们肯定是熬不到六七点的。哦 ，Nice 二比一赢的小 Hero 打的可以哦，嗯，打的可以啊。在哪里看啊？哎呀，到处都有的看的。这个比赛到处都各个平台都在转播的，对不对吗？你们如果到时候我们下播了嘛，你们可以到其他主播直播间去看嘛，他们有些还是在播的呀。这不是是这样的，这今天才周三，还不是周末。对呀、啊，你们明天有事儿了，还是早点睡。对，早点休息。对不对？就今天的比赛没有，你没有必要熬那么凶。对，一个周末呢，你要想。后面的比赛才是比较精彩的嘛，今天比赛谁出现谁不出现，32强的比赛哦，36强的比赛其实不用搞的那个。然后你们这个想看，你们可以去那个其他平台看看嘛，其他平台也在播的。我们这个因为我要传视频的，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挂着流就睡觉啊，就去了，就不太现实的。反正我们播到一定比赛，我们就关了，我们就睡觉去了，大家。好了，这边库本跟阿塞打成一比一啊。嗯。库本也不容易，妈的，好不容易，对吧？来卡图维兹参加个这种世界大赛，那如果第一轮就要败这组，他心态绝对爆炸。好，可以，这个库本打得可以。啊，虽然这个拉农民拉的也很及时啊，到现在为止只死了三个农民，还是很痛，还能走，我靠，还是很痛，还可以啊，这个潇洒走一回。啊，这就没有必要再进来。其实刚才你这个使徒一直保持给这个阿出来压力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说使徒一定要进来送。话说今天也还是库本的生日啊，对，生日打星际一般都没什么好事，所以今天他很有可能出不了线，可能能过一两轮吧，但出不了线。对，嗯，他实力还是有的，有一说一啊，实力还有的。库本今天是生日啊，我来看一看，我确认一下。确认一下库本，对啊，23号呀，对啊，今天是他生日啊，他97年的，2月23号。啊，在这个布林克很快啊，先压速三呢，压制速三，这个有点偷啊。嗯，他对自己布林克的操作，就追的操作有信心，而且换下那个凤凰可以直接跳上去的。嗯，这个如果能跳上去的话，能够占不少便宜啊。感谢鱼市场的混混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啊。把这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是会播这个，就这个星期都会播 IEM 的比赛，然后下周是宅男杯，我跟你们说这个，对，下周就宅男杯了，下周这些很多选手就是在
在这个比赛打完就直接去德国了。但这次宅男杯好像就有李平南还没有吧？没有，李平南就直接回来了。我也不建议他去打宅男杯。那倒也是。宅男杯你妈的，到时候过去你惹个新冠什么的，回都回不来了。所以还是直接打完就散人。那欧洲那帮选手又不管的，你妈直接去德国打宅男杯去了。可能韩国选手也会去一批。关键是昨天李佩南已经求助貔貅了。对，李佩南万一他说走不了，我能不能来美国来投靠你？他回不了，他就去美国找貔貅。其实阿奎昨天也说了嘛，反正这个如果他实在回不来的话，就比如说他遇到这种情况回不来，他就可以去荷兰那个去阿奎酒店给他搞酒店搞个房间嘛。嗯。对吧，就等着能回来，那至少还有个落脚的地方嘛。对，在酒店待着嘛，每天也能练习，回头强压。老板的干儿子阿奎在荷兰有个酒店，这个就你去住一下，给你个房间还是可以的呀，对不对嘛？但是你勉为其难，你说我牛子哥你妈不缺钱，我要付房费，那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不，他妈自己没有问题，好吧？牛子哥，如果你一定要付房费，那不也不勉为其难，你就付就好了。我靠，强行跳，这是不是感觉好像还打赢了？刚才有点自信哦，奎特，但核电站开起来只能往后退，奎特兵还在往前涌。打不进去，我跟你说，他多个不朽，对，他先把你盾打出来，然后再我再强跳不朽，强跳，对。强跳跳呀，你妈的干他呀，但跳完之后死了四五个追猎，那你没办法的，你肯定要跳的呀。他想打多线，其实压着压着经济也压回来了。对，好了，终于找到这个兵营了。其实从整个这个局面来看的话，回头现在这个局面，他的这个攻防包括他的科技的确是领先的。马上提出家在白球了，问题倒不大，而且农民数量也差不多，还有个先机在各种搞你。Australia 这边是64的战斗人口，18个农民都撕开了，都打不进去，打不进去，看有没有机会把这四基地压退一次。四基地可能要压退，有机会压退，他追猎多。对，压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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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猎多。Australia 还是前期经济偷出来之后，这个家里面还有这个空头的差，他再刷一排，他转引到了。哎，这有点烦啊，这个很烦，这个解决起来相当烦。Australia 因为兵营补的比他早，经济好一些，多一轮兵。强跳，能进打掉，能打掉，打掉，解决掉了还行。但是你跳完之后正面怎么办？正面有白球，正面有白球差。但 Australia 追猎比他多一些。结果杀了9个农民。兵种组合上来看呢，现在奎头是优势，但奎头农民少，哎，69个农民打51个。我是这样，马上引刀出来了。
生日打星际不一定是好事情啊，而且这个有摄像头的都看得到哭不哭的。哎，这阵型好差啊，奎头。我靠，这妈的就亏大了，这几波被甩的。回头现在马两攻马上好，这个两攻打一攻，这能打进去吗？我感觉打不进去吧。闪烁引刀也在提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我觉得可以试试看。肯定要往前顶的呀，他这个看你纯追猎都不顶的话，没得打了这样的话。但这个阵型上来说，追猎发挥的还是好发挥啊，这个位置。还有核电站，对，他上面两个，下面还有宝。两个电池，你的这个叉都上不了，上不去你的叉。他阵型好，他全是远程，而且叉子过来就被点了。多么也就这么回事，就卡这个位置。H 柱啊，逼你过来打，卡这个位置是对的。Kratos 四八那个四八引刀造在哪个位置不知道啊？好像去家里面的，溜进去，完了，完了，奎头，完了，这妈的，这个基地打掉也亏。家里面他妈是中引刀了，回城，直接刷，哎，不会吧？完了，已经完了。哦，有 OB， 没 OB 的真的是完了。但正面被追击了。但现在我觉得也完了呀，也完了呀，他四十人口，正面被追击了，直接跳脸的呀，可以。怎么可能挡得住？直接跳脸啊，可以。他还是先把叉子想耗完了再跳脸。核电站开了，往回退一步。求稳了，阿崔啊。他引刀已经把你各种矿都压住了。引刀跳都有了，现在。你妈的 ，Happy Birthday 了是吧？大家都在给他刷。你妈的，遭中了呀！这种纯的追猎，干嘛？你打得过引刀？我靠！就两线给压力。攻防也追回来，都两攻了。妈 ，OB 也被打了。算了，库本，算了呀，库本。败者组再相见。你可以哭了，开始你的表演，库本。啊，可能他这波不会哭，因为现在还没有被淘汰。你看他嘴巴已经在逼，你看他嘴巴已经在说话了，你看到没？各种在碎碎念呢。我靠，被堵着跳！你这个白球挤在后面，根本就家里面已经砍翻了。靠，这家里面完了，没了。他这个追猎阵型太好了，叉子过去也没什么输出，就没了，瞬间就倒了，跳脸了呀！等一下，我们照鸡哥看，不要急嘛，我们这波看完好不好？看完了。阿西巴，你看他在那里，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他那个下面在那各种骂人的已经在，气的一逼。哎呦，哭了！我靠，取眼镜的，给奎托个镜头呀！不，应该没有镜头，败者应该没镜头。啊，就没镜头了。我去找一下鸡哥这个。马上切。我去找一下，看看在哪里。你妈镜头都没有。看看哪个频道，我看一下，我在找。哎，可惜了，没有镜头。